老老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好像刺猬。臭小子，不懂了吧？这是板栗，快来帮姥姥捡。这么扎手又不好吃，我才不捡呢。谁说的？姥姥给你上一颗，待会做好了你别吃。小外甥，变魔术了，回家了。啊，等等我。姥姥，板栗不是连颗一起吃吗？谁说的？你吃了给姥姥看看。我才没那么傻呢，我要吃熟的。姥姥，你不是做糖炒板栗吗？搞这么多菜干嘛？这是嫩的，做不了糖炒板栗。你是又不想给我吃吧？姥姥给你做了南瓜板栗饭，比那好吃多了。香，你干嘛不放？你不是说不好吃吗？现在知道香了。来，快来看看姥姥做什么好吃的啦！来啦！姥姥，这板栗看着就好吃。姥姥下次还要变着花样给你做。